柏林家姐，广府省成荣汉北路有间中央影画院，不过后能多大天热，四铲马打君老向树搞搞共。唔久买飞睇霸王戏，连扮扮唱菠萝都出撚迷。所以有能力嘅省城市民都宁愿行久远啲。去大沙头火车头坐三粒钟江南快车，甚至四撚去大沙头机场搭飞机落九嚟香港食风。脚爬睇影画戏。为林西妹香港大春代吴柏涛睇撚见有水头花百几盆水西子。请撚座湾仔山头街门派31号宏益公司，由中华民国17年6月开始，在香港大马路门牌270-276号，一连四个 number， 戏撚间中央戏院吊喇嘛。口衰唔撚衰，对上竹树波间木扭塔撚咗两个骑扭落嚟，订购烂中央戏院地盘嘅石博，搞到工程延误。果市都已经轻睇声片啦，又再花多57000咸龙装埋花旗声机，终于喺中华民国19年6月14号礼拜六开影。第一出系剑声派拉蒙公司香艳玉感有声歌唱片，呢出船公艳史响上海话连续应承22日都顶龙爆棚。快撚啲打电话叫光头佬隻衰公去排队买飞啦。